头越夜越热闹，街道几乎都被挤爆，民众蜂拥而来，逛全台最具代表性的庙会之一，还有真人版一格出巡，狂丢平安小物，底下民众还拿塑胶袋接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外国的森巴舞团。应该算是我们南投的一年一次的小过年，因为这个比过年还要多了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之前在路上看很少看到有凉水，然后想说今年发个凉水给大家一起享用这样子。人潮多啊，而且它这个应该来讲是台湾的大庙会之一。我今年邀请巴西、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森巴舞再来那个。庆城店的高铁啊，八卦，这是可以看的。另外看表演之余，庙口中山街约240公尺长，两道摆满大批摊商聚集。南投市长透露，若以三天一摊10000多元的租金来粗估，至少有上千万的商机。19号先进行夜巡，牛头马面出场，神将先清唱，重头戏在20号，也就是今天，城隍爷会出巡。